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颜值和身材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。特别是对于娱乐圈中的明星艺人来说，想要在娱乐圈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就必须拥有非常高的颜值和好身材，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。而小编今天要讲的这一位是颜值和身材并存的女演员，她就是王鸥。说起演员王鸥，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的。就现在而言，王鸥也算是娱乐圈里面女艺人之中人气非常高的一位了。 她是一名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女演员，并不是科班出身。她从小学习舞蹈，学习民间舞的王鸥，因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，让她转型成了一名模特。王鸥在姐姐的帮助下报名女性魅力大赛，并获得冠军。因为有舞蹈基础，王鸥的气质很好，再加上她长相标致，在模特界小有名气。灾后，她又参加了 CCTV 的模特比赛，还获得了第四届 CCTV 模特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最上镜奖。 后来就有导演找上王鸥，打算邀请他出演影视剧。就这样，王鸥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一名影视演员，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虽然王鸥出演了《迷失金三角》和《镖行天下前传》，不过都是不温不火的。直到《伪装者》《琅琊榜》大火之后，王鸥这位大美女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。凭借姣好的外表和性感的身材，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。她也因此获得了白玉兰奖、华鼎奖最佳女配角的称号。 成为了被界内外所认可的实力派演员。近几年，王鸥的演艺资源也是非常的好。走红之后的她，也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，比如《明星大侦探》《我家那闺女》等。王鸥凭借着在综艺节目中的出色表现，以及在节目上放得开、真实的表现着火辣的自己，迅速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。其实，王鸥的身材一直都是很撩人的。她在早前还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《浪姐》。 节目中的他也是大秀舞姿，在秀舞姿的同时，他完美展现出自己的凹凸身材。看过他身材的网友们也都直呼顶不住了。而当网友看过他早期跳舞的一段视频之后，更加都坐不住了。视频中的王鸥身穿一套背心露脐装，下身则是搭配的白色短裤。这时他那白皙的皮肤和傲人的身材比例，简直让人挪不开眼了。舞蹈动作也是非常干净利落，俨然还有一副女团出道的气场。不得不说。 王鸥这身材真的是无可挑剔的，可以说是一个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女明星了。其实王鸥在自己的事业上也是很努力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将每一个角色演到最好，毕竟这才是对自己演员这个职业最好的回报，这才是最真实的她。如今代言和影视资源都不断增加，年龄的增长也让她的魅力只会是有增无减。只不过令人可惜的是，她依旧是单身一人。 不过，相信他自身的魅力能够吸引到更合适他的人，拥有自己的幸福。对此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